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话筒。臭话筒，你看你把我家弄成什么样了？做实验哪有不牺牲的呀？大不了我再给你盖一个。小伙伴们是不是很好奇我怎么弄的？在正式教学之前，还是希望小伙伴们支持一下话筒，点赞、评论、加转发，我爱你们！么么么！这个呢是你们没见过的全新版本，你们从来没想过火箭还能做炸弹吧？首先找个地儿，往下打四个格，然后下去把火箭放上，确保火箭只露出来一个顶头，然后放上四个感压板。别问为什么，问就是要四面楚歌，然后切换为冒险模式，从外面蹦蹦蹦，咋没爆炸呢？哎，我好像忘记放燃料了，这个脑子哦，即使人老了，记性都变差了。来给这个火箭注入生命的源泉。好，等待一下倒计时。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。怎么样？这是火箭炸弹的威力厉害吧？你们学会怎么制作了没？学会的视频下方扣一，没学会的再多看几遍视频。还想看更多新鲜玩意的，记得关注我哦。我们下期。